会吗？哎，这个好像是比较近的哦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火车站刚刚很平，现在接下来那么陡？原来它是算最近的距离哦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反正这一小座而已。一小座而已，大概几公里啊？只是翻上去而已啊，然后再下来。几公里？我不知道哎。好，不然我们走其他路，我看一下怎么走。其他路我要往回走，这么麻烦。不会啊，你看几公里啊？如果很近的话，牵一牵也到了。好好，那我们再牵一下吧。好好好。哎，还是牵一下吧。应该不会吧？